我是陈美珠，他是我爸爸。母亲因为患癌，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们了。我们家是卖蘑菇饭的，我们的蘑菇饭是村里数一数二好吃的哦。他是我弟弟悠悠，不爱工作，整天游手好闲。除了在档口卖饭，我们也有送外卖哦。我经常也会送蘑菇饭去学校。第一次遇见阿生是在篮球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因为一粒不小心的球，开始了我们的缘分。自从那次过后，每次我去学校送饭，都会很期待见到他。陈妞，陈妞，我钱包哎，没有，怎么会不见呢？怎么办？跑去哪里？我在找我的钱包。你在找这个？哎，这么大一个人。哦，你可以掉在这里啊！虽然是我捡到啊，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早就没有了咯。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他不止笑容亲切，而且还是一个老实人。哎，你那里投得漂亮呢。运气好而已啦。哎，有人找你哎。哎。我今天上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那天帮我捡到我钱包。为了感谢他，我特地带了我亲手煮的蘑菇饭请他吃。阿生，你就好了，有住家饭吃，不服了。自从那次以后，我们越来越熟络，经常在一起。跟他在一起很开心，他幽默开朗又好动，而且还会唱歌哦。每次放工后，我都会去他工作的地方找他，听他唱歌。阿生唱歌好听，人又帅。自然就会有很多爱慕者。虽然我们的关系好像情侣，可是我们始终都没有承认对方。直到有一次 ，Vincent， 你唱歌很好听哎。谢谢。今天是你生日吗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生日快乐，这个送给你。啊，不好意思哎。拿着拿着。嗯、哦，好，谢谢你。我想问，这个星期天你得空吗？啊，这个星期天啊。嗯，我想约你去看戏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、啊。哎，这什么？可以这样可以吗？没有啊，没有事啊。是不是生气？刚才你只送我东西。没有啊，人家送你东西关我什么事？我又不是免费。真的、啊？刚才还约我看电影哦，叫我去咯。啊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？我又不是你的谁啊？你啊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不要脸，谢谢你啊。好啦，不要生气啦，我又没有答应他，而且我跟他讲我的女朋友，就是你这个可爱的小猪猪。讨厌。好啦，不要生气了，好吧？好吧，这是送给你，生日快乐。哇哦，谢谢小猪猪。哎、耶，生日快乐！谢。你知道我取了什么愿望吗？我要成为很有名的歌手，然后赚很多很多的钱，娶你这个可爱的小猪猪组织家庭。哇，讲得好像我已经嫁给你这样哦。当然啦，不然还嫁给谁？到时我们结婚了，我们去度蜜月。你想去什么国家？不喜欢法国，我要去那个巴黎铁塔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到时带你去。你说的、啊。嗯。我们终于认定了彼此的关系。阿生也很积极的工作，努力实现他的愿望。不知不觉的就在一起两年了，我们两个也融入了彼此的生活。耶！来，这份给你。嗯，怎么说小猪？因为你是小猪猪啊。讲什么？跟他一样可爱。哦 ，OK。而且哦，我们可以一起存钱，以后留着可以买车、买房子。啊，这样呀、啊？当然还有。
他还送了我一个刻着他名字的手环，寓意是牢牢地锁着我。明天我找你啊，面吃早餐。OK， 明天我来载你。嗯，再见。你要小心驾车哦。知道啦。回到打给我啊。嗯，拜拜。哎，姐夫，姐夫。哎，未来姐夫。你要三百块做什么？哎呀，我朋友咯，摩托被撞了咯，没有钱拿去修理，帮我加啦。哦。我只有100块哦。啊 ，OK 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不要跟我姐姐讲啊。哦。最近在忙什么啊？哦，我还是一样咯，帮我爸爸卖蘑菇饭。哦，人你呢？哇，我现在在银行上班，你们呢？哦，我在一间 shipping company 上班。我在律师楼工作。你读 law 的呢？没有啦，只是律师旁边的助理罢了。哦。九零呢？哦，他跟我讲他来这了。嗯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啊。那天看到九零的 story 啊，驾了一辆白色的 Merc 哎，哇！你们知道吗？他那一粒雪尿包包啊，都要几万块咯。哇！怎么那么有钱啊？他以前不是做保姆的吗？是啊。你们不知道吗？他最近被一个 Sugar Daddy 包养着啊。Sugar Daddy？ 啊，给你们看这个 website， 那里面全部是超级富豪，个个身价过百万。有一些还过千万呢！哇，美玲，去啊，拿照片。哈，我没有那种料，又不够漂亮。美珠，美珠就可以啦。哎呀，乱讲什么、啊？不要教坏人家啦，人家有男朋友了嘞。是哦。哦，这样，你男朋友做什么的、啊？哦，他是一名驻唱歌手，哦，又来帮我卖蘑菇饭。哇，是的。哈，驻唱歌手赚到钱没？而且以你的条件，找到更有钱不难嘞。哎，有钱不一定快乐的，你懂什么是真爱吗？嗨，嗨，九零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哎，去 service 那个车咯，拖到这么久，这种车才刚出不久，毛病多多，我下个月就把它换掉。哇，有钱真好哎。是咯，九零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啊，开了三家美容院咯。三家。哇，这你不是很忙？还好而已啦。哎，你那边还要不要请人啊？我去给你打工啊！不要跟我开玩笑啦！哎，肚子饿了哎，我们快熬点东西吃。是哦，走走走。爱的存在。哇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要先走。啊，去哪里？其实我今天还有个生日会要去，到时我们再约。OK， 可以。OK。给，拜拜。拜拜，小心点啊。OK， 拜拜。不好意思哎，谢谢老板娘。回家了，我回家了。哎，我能看到。哎，小姐姐，哎 ，Hello。回家了，小姐姐。老板，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啊。来，走回家。好。来。嗯。对。来。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我男朋友摩托坏了。哦，需要我载你们回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麻烦你。啊，可是很夜了哦。啊，嗯。这样也好哎，不如你跟同学回咯。我已经扣到来修理了，修好了我去找你。嗯。可以啦，放心。哎。嗯，那好吧。来，帽子给我。
来上车。你要小心啊。可以啦，来，拜拜。来上车。哎，不要打电话给我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放心。姐。哎，你回来啦。嗯。哎，你摩托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小问题，要先帮我修好了。哦，你要确保修好哎，不然我怕你迟到哎。嗯，爹啊，你没有被嫌弃我啊？你看你同学那么成功，而且还是女生，我觉得我很差哎。你不要这样讲，别人有钱是别人的事情。我听我朋友们讲，朱琳其实她有 Sugar Daddy。如果你要我因为钱跟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就知道你不是看钱的吗？只要你疼我爱我，还有不可以跟其他女孩子接近，我就心满意足呀。当然了，你那么爱吃醋，那你敢哦？爸爸，你怎么？不懂哎，最近一直头晕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带你去看医生。哦，好好好。安克怎么样了？医生跟我说，他有两条血管阻塞，再不动手术。就会中风，而且医药费还需要60000块，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这个钱。这样安哥有买保险吗？之前有跟他买保险的，但是没有 cover 到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啊，这样啊。我们做生意那里其实还有一点钱呢，可是还是不够。这样，明天我找亲戚朋友借看看咯。哎，怎样？明天去喝茶嘞 ？OK 了 ，on 啦。喂，明天再见。悠悠。哎，四哥，找了你这么久，以为你失踪了，为什么电话不接？啊，有没？有空我没？还有什么讲？四哥，不要，再给我点时间。我已经给你一个月时间了，你还要我再给你时间？你们怎么？你们怎么打人？怎么打人？欠钱不还，被打不是应该吗？说你欠我们钱。他欠你们多少钱？不多，30000块罢了，加上利息总共40000。啊？40000？重新付出，我愿意。